还可以。低了。嗯，对，低了一点点啊。这个也要打低了啊，打低了一点，打低了。打中低对，对对对对。行嘞，行，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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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你们几个还都是可以啊。然后上次是这个是吧？中干一户的啊。然后大家试试，每个人就先咱们先说叫一个吧，好吗？自己摆好角度啊，就看看。角度大了那点。自己摆啊。最大了。嗯。好球，这个完美啊，打进啊，打进就算。有点心态，来来换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算交换位就算一个啊。这是捏第二个球的呗，行吗？第二个球的这个弹一库的啊，也可以来试试。这时候看看是不是中杆啊？因为刚才摆的离库边近嘛，对吧？它的分离角中杆大概90度在这个位置，然后弹起来它是能叫着它的，对不对？那如果现在的球稍离库边远了，它中杆分离角实际上就比刚才那个。应该要靠左边一点了，对不对？对，它中杆它弹起来可能会往这个库边走了，所以它这个分离角不能打中杆了，应该比中杆稍微高一点。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啊，也是先摆大概15度左右啊，叫13，这个分离角打点会稍微有点变化啊，来试一试。哎，对了，但是这个还是重，而且高，对，而且高了一点点。你看，那这就属于角度小，对不对？所以白球走得慢，就没走动。你俩就是正好相反了，知道吧？一个摆10度了，一个摆20度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走的这个速度啊，这个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哎，这个完美，哎，特别合适，打进啊！对，养成习惯啊，交到位之后给它打进。对，来小燕子来一个啊，这是咱们练这个角度的判断啊，然后用什么杆法，这个确实是通过这些球形啊，那一点你自己摆，自己摆啊，那慢慢慢慢的那个积累经验啊。好球啊，这个杆法更好啊，它走的那个位置更舒服一点啊。哎，漂亮，这个挺好啊，挺好，挺好，挺好。嗯嗯，对，哎呦，行，会发力了啊，挺好，挺好，挺好，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角度，刚才咱们摆的不是大概15度嘛，对吧？刚才打的这几个都打出来了啊，就像刚才那个小燕子说的啊，角度大，如果现在20度啊，轻一点，那这杆法上有没有变化？打点上有没有变化？要打低一点吧？没有概念是吗？应该要调低一点，应该要调低一点，因为为什么呢？角度大了，白球它不是就走得快了吗？那我们要把打点调低的话呢，它其实白球就会减速了。就如果我们白球打点越低，其实白球走的过程当中，它的速度会变慢的，它就起了一个减速的作用。分离角了，还是让它吃这个位置来。这还是中高杆，只高一点点是吧？应该是中杆吧，不能打中高杆了。主要是这个跟发力有关系。哎，这个特别好，这个特别好啊，这个、特别好，稍微重了一点，这个稍微重了一点啊。嗯，因为这个其实跟为什么跟发力有关了，有可能你们打的点可能就是那个中杆点，但是手比如说用力一抓杆了，这个力就发的就是容易变成中低杆的效果了，就容易把那个杆法力没发出来，容易把杆法打死了那个力。你看你就是属于力打的不实，打的是中杆，但是老是变成就是中高杆，对对对，高杆那个效果了，还是打实了。对，所以十了那不就多了吗？哎，这他们不老打多，刚才盼盼不那个老是打多嘛，就是这意思啊，你们俩结合一下就好了。哎，这个就好多了啊，打进，这个稍微重了一点，嗯，稍微的重了一点点啊，嗯，漂亮。对，所以说你要现在要感觉一下这个力发实跟没有发实的那个感觉是有什么区别。
这是这个大角度的啊，然后再比方刚才啊，这是15度对吧？小一点角度。对，小角度的啊。对，大概10度左右了，这个就很难了，这个比刚才那个还难。对对，想起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对，这个其实是。中杆灯。对，中杆偏高的灯啊，没错没错。啊，哇塞，这个发力很大，你看到没？白球才不还那个走的特别少。但是已经很好了。对，这个走的很好啊，算是比较成功了啊。漂亮，哎，完美，挺好。对，这不挺好的吗？打进啊。还是哪容易走过你那个，行，挺好。老走过，我们老走不到。两小燕子。哎，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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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这就是通过这个两颗球的位置啊，来判断啊这个角度跟那个杆法，好吧？你们呢可以简单的来，咱们这边不画点了吗？嗯。试试那边吧，那边没有画点，自己摆吧。摆成什么样，看看能不能打出来，行吗？好球啊，这里发的挺好啊，挺好，挺好，挺好。对。好球，好球，好球。好多啊。对对对。好球，中了啊！中了，中了，中了！这个真怕。对，就这么讲。行吧。小角度那个，你们现在这个水平可能还练不了，但至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好吗？新锐台球，台球教学领导品牌，全国知名教练培训。国内顶尖课程研发，首创分级教学系统，6个业余等级划分，28个专项突破课程，500家训练题型，量身定制你的学球计划，让你从零基础到职业水准快速成长。加入我们，与数十万爱好者一起掌球，学台球就上新锐。